看看新闻网。我爱吃东西，爱逛街，特别爱化妆，因为我不化妆很丑，化妆超美。但是我最爱的还是跳舞，请大家记住我，梁代清的梁，梁代清的代，梁代清的清，梁代清。我爱我爸妈。来到武林争霸，老火得很呐、啊，头发也没剃，胡子也没刮，衣服也没换，最重要的还要跳双人舞，老婆看见怎么办啊？掌声就说明观众很喜欢，不知道四位导师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方俊老师，整个来说不错，应该七五啊，什么都不错，特别是编排是蛮巧妙的，就是后面那一段双簧啊，女的在上面，男的用他的脚，这段东西蛮巧的，谢谢。小姐，你这段舞跳得特别好，特别爷们儿，这个 hip hop 是你的长项，你很容易喧宾夺主。但这段双舞当中你托盘托得特别好，并没有把我们观众的眼球全引到你身上来，而且恰恰完成这个双人舞的配合。梁代清，你的脸部的情绪的表达的重心，包括身体的重心，那口气再下了一点点就都对了，这段双人舞非常好。谢谢金老师。谢谢金老师。谢谢小春老师。小姐，这次你上次回来了，回来一点，但是我想不到就是梁代清，又有东西哦，哈，也能哦，今天好看，谢谢小春哥，谢谢老师。不知道两位对于待会儿要投票支持你们的导师有什么要说的？我真的很想说的就是这一次啊，我真的可以把自己放出来了。今天最想说的是，这么多场，今天是我老婆第一次来到现场，看我在我老婆眼里从来就没有输过，我特别希望今天也能成功，谢谢你们。希望你能成功。没想四位导师，小春老师，金星老师，杨老师，说作为我个人，我会比较喜欢舞蹈里面有很多意境啊，很多这种就是内涵呐、啊。我觉得，这一票我不能给你。谢谢杨老师。方俊老师，hip hop 对萧姐来说不稀奇，但对梁代清来说很稀奇，而且他们两个在，因为在一个 hip hop 里面还是讲了一点快乐的精神。精神是最重要的。没有通过，希望待会儿你们能够面对观众的时候获得最好的结果。